迎来到大神聊热点娱乐圈最近比较火爆的明星情侣鹿晗关晓彤，这一段呢可以说是人尽皆知。要说到这俩人呢，瓜可是一直都不断的。刚开始两边的粉丝都不看好这一段，鹿晗的粉丝说关晓彤配不上鹿晗，关晓彤的粉丝也是不甘示弱，两边居然骂战不休。但是人家小两口过得却很自在休闲，自从官宣之后呢，两人一直高调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，每一次同框都是满屏的撒糖的。他们现如今也算得上即将修成正果。今日王牌节目中，关晓彤参与跳舞环节，当关晓彤上台跳得正嗨时，背景音乐突然变成了鹿晗的歌，可以说鹿晗突然空降了。关晓彤一发现不对劲，立马害羞的下了台，这下意识的反应也太甜了吧，可以说是和鹿晗隔空撒了一波狗粮。看到鹿晗关晓彤这么甜蜜的样子，相信不管是作为粉丝还是路人，都会祝福这一段明星情侣能够收获幸福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关注，订阅我们。